庄园吃了多长时间？庄园，大半年吧。今天是4月15号，你是3月1号来我们这治了，正好一个半月了。对于这个治疗效果，痘痘和痘印这个效果来说，你满意不满意？满意，很满意。很满意哈。你之前来的时候也说过，你这痘痘长了4、5年了。这之前，这期间你也一直在那治了，就说有没有其他方法？一些有俺们这一个月治的效果好？没有，没有哈。你就你3月1号刚来这的时候，刚交钱的时候，是一个啥样的心情？希望能把我的痘治好，不再长。希望能把痘治好，不再长。现在是不是这个愿望就实现了？是的。看现在这个脸上这个痘印，全脸上基本上整体都下去了，就剩这俩脸疙瘩上这一块比较严重这一块，这个痘印还没下去呢，对吧？是的。这两块就是脸上当时的痘痘特别严重，所以说现在还有点，你看下巴呀、脸上、额头上，现在这个痘印都已经没有了。你刚在这治的时候，我们给你交代火锅、麻辣烫、辣椒这些牛羊肉、海鲜都不让吃了。现在不是天天来了，隔天来的时候你在家吃过了没有？我会吃，但大致是会记得几口。对，你像长痘痘都说长痘不能吃这些东西，你像在俺们这之后呢，后期你这吃了也不会长。你看你现在都偶尔吃了也没有再长，是吧？是的。痘痘已经好了，痘印也已经淡化了。肤色也发亮了，咱们持续关注，看最终能好到什么程度。